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今天是深夜淘宝开箱。今天 Peter 准备了一个超大的惊喜要给 Cody 哦。Cody 现在睡着了，趁他睡着呢，我们就来开箱这个。你看，淘宝来的，还蛮大的包裹、哦。以我的身高来讲的话，它应该有个80到100公分左右，是不是很大？超兴奋的，我们打开。订阅我们的频道好不好？按赞加分享好不好？追踪我们的 IG 好不好？哇塞，真的超大的啦！各位，这只是它一半的大小哦。你们猜到是什么了吗？Peter 在淘宝买了一个2米，就是200公分的泰迪熊，超级酷，多大只哎！你们看他腿超长的吗？你看他腿已经比我这样还长了，他比我还高哎！泰迪熊有没有跟大家打招呼？大家好，我的新主人 Cody 嘞。Cody 在睡觉，明天早上就可以看到他了。太好了，好期待看到 Cody 哦。还不错哎，这只大概1000多块台币，好像1200而已吧，居然这么可爱哎！你好可爱哦！它其实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 ，Peter 选了一个浅色的咖啡色，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泰迪熊一个最正宗的颜色。嗨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拿去客厅放，一定超占位置。哇塞，睡觉，苏珊应该会傻眼，我觉得。喜欢吗？不喜欢，我对熊无感。熊无感，他腿这么长哎，你看我的腿。他腿跟我一样长。感觉比你长。哎呦，我106哎。他200。你把它再剪，你把它再剪。怎么升到200？他比我高哎。超高！我刚刚发现一个缺点，这只熊好多毛、哦，完蛋了 ，Peter 过敏，我死定了，我怕我过敏。OK， 好，先放客厅吗？我客厅已经都是毛了，哦，完了，不要动，不要动就不会有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不要动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客厅的这里，看一下明天 Cody 早上起来发现我们家有这么大只2米的熊，会有什么反应。Good morning， 早安，小宝贝。哎呀！发现什么了？哦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怎么有一只熊？有没有发现一只熊？哇！怎么有一只熊？有没有吓到？酷不酷？这个熊是你的10倍大哎！你看，你在它旁边，你也太小了吧 ，Cody？ 你看它熊吗？哦！哇！也太大了吧，酷吗？哇！哦，有没有超大只的？有 surprise 吗 ，Cody？ 没看过那么大只的熊吧？嘿嘿，哎呦！
可以那样。嗯，喜欢就好，听得下来。小心熊出没。嘿嘿，喜欢爸爸给你的惊喜吗 ？Surprise！ 有没有被吓到？早上有没有被吓到？其实早上呢，他已经起来，然后 Peter 没有拍到。我拍到的是第二阶段的。第一阶段呢，听说他起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熊，呜，吓傻了，然后又再走回去。你喜欢这只熊吗？哇，他刚才真的超可爱，他超级喜欢这个熊的，他刚才一直抱他。但是因为这个熊真的是毛太多了，然后整个。我们现在家里空气都是那个毛，有没有？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过敏的朋友们家，还是尽量不要买这么大只的熊，很可怕的。我刚才呢，几乎都是戴着口罩，但是我儿子好像还好。我看他一直抱来抱去啊，玩来玩去，感觉没什么感觉，对不对 ，Cody？ 啊，你喜欢可爱的熊熊吗？啊，那你给他一个 big hug 好不好？好 ，Go！ 哇，好可爱啊！给熊熊一个 big hug。嗯，要不要给小熊一个 kiss， 骂一下，骂，嗯，骂，听到了是不是？嗯，好可爱啊！除了毛很多之外呢，这个熊真的意外的超级疗愈的。所以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是不过敏，然后你们家长也不过敏的话，我就很推荐呢。我们在淘宝买的才1200块，但是运费的话就比较贵，运费也要1000块，所以加起来的话大概是2000块左右。超可爱的，耶、yeah ！我原本是要买 Costco 的，但是现在 Costco 没有出这么大只的熊，它那种都是节日限定的，所以我就淘宝直接买，其实很方便的、啊。啾啾啊！再给熊一个 big hug 好不好？哦 ，kiss 啊！啊，再给 kiss 啊！好，来这里跟大家拜拜，这里这边。这边还要揉眼睛来，跟大家拜拜了。OK， 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啊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Sayonara， 可爱的熊，嘿嘿。他一定觉得这个溜滑梯很无聊，你看他的脚。已经到底了，好可爱哦！那坐在溜滑梯上面，好就这样。然后明天早上Cody起来看到，一定会吓到，会很开心。